跟我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啊！怎么不够？够不够？我去，我的去！啊！嘿，秦天笑，你痴心妄想！有理不有理！把他给我摁住！老子今天非上了！救我！那什么狗屁行家道上，人家女孩不愿意还强上，有钱有势就了不起了。要我是主角，我必让她五马分尸。我这是穿到书里来了。Bingo，猜对了。鉴于你的豪言壮语，本系统特此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在这部小说里活到大结局，我就奖励你500万。另外，你在小说里挣到的钱全都能带回原来的世界，你敢接吗？什么？500万？接，我肯定接。既然穿越，我必是原主角，拥有主角光环，活到大结局，那还不容易？秦天笑，加油，活到大结局吧！秦天笑，你放开我！你在东盟，我男朋友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才不怕呢。好像有哪里不对。你叫我什么？秦天笑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我是不会从了你的。我是秦天笑。是啊，秦少。他是木盒。对呀，男神第一大美女木盒，你点名要了呀？我不是男主，是那个出场一集就被男主正本拍死的炮灰，可惜坑老子！哟，日笑，你找死！滚！开局就要挂了。明知道木盒不喜欢你，你却用邢家的权势逼迫他。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这儿！误会啊，大哥，误会！你听我解释，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住手！你就是木盒外面的那个相好吧？阿姨你好，我是木盒的男朋友。你跟我女儿赶紧分手，因为我女儿已经有未婚夫了。未婚夫？妈，我不同意。你给我闭嘴！邢少随便一出手就是2000万，你能嫁给邢少，那可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就你找的这个臭保安啊，一个月也挣不到2000万的一个零头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我不同意。秦少，来，今天我做主啊，我们家木盒非您不嫁。为了这点钱财，就能牺牲女儿的清白和幸福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搞笑，一个臭保安，工资还没我高，拿什么给穆小姐幸福啊？他也不看看他在跟谁抢女人。邢少那可是南省十大世家之一的邢家大少爷，在南省他跺跺脚，你都要震三震，他以为他谁啊？他可能以为自己是田野滔天、富可敌国的镇北王吧。如果我说，我就是镇北王。敢将自己称为那至高无上，连那国王都得礼让七分的镇北王，真是太好笑了。他不是镇北王，他是镇北王吧？别说了，求你们了。你真是大言不惭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你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垃圾，一身穷酸味儿。别说你是镇北王了，就是你跪下来给邢少当舔鞋的奴隶，邢少都嫌你臭恶心。你说是不是啊，邢少？跟我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啊！怎么不够？够不够？我的天！我的天！嘿，秦天笑，你痴心妄想！有理不有理！把他给我摁住！老子今天非上了！救我！那什么狗屁邢家道上，人家女孩不愿意还强上，有钱有势就了不起了。要我是主角，我必让她五马分尸。
我这是传到手里来了。Bingo， 猜对了。鉴于你的豪言壮语，本系统特此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在这部小说里活到大结局，我就奖励你500万。另外，你在小说里挣到的钱全都能带回原来的世界。你敢接吗？什么？500万？接，我肯定接。既然穿越，我必是原主角，拥有主角光环活到大结局，那还不容易？秦天笑，加油活到大结局吧。秦天笑，你放开我！你再动我，我男朋友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才不怕。好像有哪里不对。嗯，你叫我什么？秦天笑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我是不会从了你的。我是秦天笑。是啊，秦笑。他是木盒。对啊，南省第一大美女木盒，你点名要了呀。我靠，我不是男主，我是那个出场一集就被男主正本人拍死的炮灰。可惜可老子哟。李笑，你找死！稳了，开局就要挂了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林晓，我不想你多早杀你。既然他已经答应不再缠着我，你放了他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死！他怎么回事？为啥力气这么重？林晓的设定不是特别正吗？林晓，死太便宜他，不如。你今天先回去，日后我们再慢慢收拾他，好吗？说得很对，这么死确实太便宜他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证明我比邢家强千倍万倍。嗯，小子，今天我就放你，如果你再敢靠近木盒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这表情比我像反派多了。大哥慢走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那个武艺我过几天就送过来。等一下。先生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都做你的未婚妻。不是啊，穆小姐，刚刚我只是一开玩笑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你。今天的事你就把我当个屁。我喜欢你，你就是我的理想型。什么鬼？剧情不是这样的吗？女主人设不是很讨厌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把我往死里坑了。姑娘，请坐。秦天笑，你逃不掉的。既然你没死，就成为我重生改命的第一步吧。我需要你的诠释。恭迎镇北王回府。不下去。是。四谷，此检测到剧情程序出现了未知错误，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原小说不存在的剧情，但是总体走向没有改变。真是麻烦啊，要我说直接把碍事的通通刷了就行。宿主，您是男主不是反派，请注意您的人设和行事风格。您在教我做事啊，我给你继续推动剧情往下走，其他的别他妈多管闲事，懂吗？哦，对了，您拿下木盒丛林之体的任务成功了。10天，如果10天之内没有成功，那么宿主你的灵魂就会烟消云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年年的期待就像花盛开。有钱人生活就是爽，是不是？我说邢哥，你真不追那个什么木盒了？你说什么？就是那个木盒，你不要了？别提了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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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啊，木盒那个女人有毒也有毒，我是一个手都不会沾了，跟你说啊。来，干！老公，老公，呀，
酒怎么能不喊我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没碰你啊，你别来动我。老公，我都是你未婚妻了，你还躲什么？来，我陪你喝酒。木哥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赶紧。来，先喝酒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放下你我林天下，我们现在可是盛米煮成熟饭了，我是你的人了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就算盛米煮成锅巴，你也不一定是我的。这件事别说出去啊，以后咱们大路朝前各走一边。林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爱上你啊？要不是你身上的纯灵之体能够提升我的修为，像你这种女人，我会看上你？现在我已是武道巅峰，要你无忧，养这碍眼。这一世，我绝对不会再落了你凌霄的手。又活白了。怎么回事？记忆发生错了？这意思是我永远都逃不脱这命运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得让你脱层皮。今天下来，你就做不到。你他妈真把你姐姐给睡了！要是被这个王知道，我他妈就死定了！该死，喝酒真的无事。不过睡就睡了，我也不能束手就擒啊，得想点办法。喂，进来。邢哥，后天上京江家在南省举办的招标会，拿下至少能挣10亿。江家招标会？小说里没有出现过这个宴会，也就是说男主不会出现，正好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拉拢江家，为之后对付凌霄增加一点筹码。行哥，去不去啊？去啊，当然去。想要拉拢江家，这还不够。真不愧是名流世家，这场面。站住！没有邀请还不能进。
不是别人邀请来的，不需要邀请吧？瞧你那穷酸样，谁能邀请你做白日梦吧？什么鬼？他怎么来了？主角来了招标会，必然就没我们这些反派什么事了。不行，江家这条线我必须抓住。配合我。啊，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但只要是行哥你说的，我都照办。邀请我的人，你还得罪不起。滚！哟，这不是小保安林香老弟吗？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怎么在这儿了？哼，幽默。我邢哥那是邢家的大少爷，他在这儿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倒是你，一副穷酸样，馊了吧唧的，怎么敢来我们这种上流聚会污染空气呀、啊？啥？我保安混进来了？谁放进来的？谁放进来的？轰出去啊！如果我走了，你们这个招标会也就不用办了。你小子脸皮挺厚，还挺能装逼嘛！你们招标会开不了，你谁呀？镇北王啊！真不要脸！如果我说，我就是了。哈哈哈！镇北王怎么可能 来我们小小的招标会？你装逼也要先打打草稿吧，不要一来就贻笑大方喽。本来我也不想去跟来这里，但是有人盛情邀请，我也不好拒绝。能在这里见到我，那是你们这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他还挺能演。这可定了，江家主该来了，得赶紧放他走。各位啊，这个傻逼在这里发疯，我们可以当个乐子。等会儿江家主他不开心了，倒霉的可就是咱们了。所以啊，得赶紧把他赶走，是不是？说的对。没错，他一个保安怎么可能有资格参加我们的宴会呀？他今天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，等下要是得罪了江家主，我们可死不了兜着走啊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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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谁敢赶走我的贵客！刘家第一大小姐，杜林玉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第二号杜林玉来了？进来，赶紧走。哎，秦天笑，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进来。嗯，快跑！秦少，你是专门来门口接我的吗？来，走。我有没有说过不要谈恋爱？我又不是来找你的，我陪秦少来参加招标会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不是，没有的事儿，你不要乱说。秦天秀，我有没有说过？如果再敢靠近我，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没有的事儿啊！是他靠近，我没有靠近他。秦少，你怎么提亮裤子也不认人呢？我们可是生命主杀手。不说这件事，谁都不能说嘛。嗯。不好了，你说什么？混沌无比，你果然和他上床了。狗东西，你敢打我邢哥？这里可不是你这种下等人撒泼的。给我来人！这些人不可能是你家对手，趁热赶紧走。惨死他！住手！林霄，我带你进来是想让你多结识些权贵，你不但不与他们交好，还继续这样闹下去，再这样闹下去，连我也保不了你。与他们交好，我没听错吧？在场的各位不过是一群蝼蚁，还没有人有资格让我与他们交好。就算他们在这给我跪下来，我也懒得多看他们一眼。林霄，你狂妄庶子！我女儿好心带你进来，是想给你这个下等人一个机会。你可倒好，不光不知道感恩，还敢扰乱会场，简直无药可救！跟他废什么话呀、啊？动手！我扶他东西去高手。许天霄，你今天别想离开这里了！竟然敢睡我的女人，我不知道该说你胆大，还是你们有脑子。
今天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！我林霄，你的女人爬上我的床，你不会反省你自己啊？耳根子，求你尝试尝试我的厉害！不会以为这个事只有你跟我做是吧？林导师，出来吧！这。 阁下，还请放开贫道的小友。林大师是后期的一大反派，我可是花了10亿才把他请过来做替身保镖的。看来这10亿没白花呀。宗师原本这就是你所谓的底。林大师，麻烦你帮我收拾，小友放心，交给贫道。 阁下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拿命来！这老头还挺厉害啊，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子。这刑天笑居然能请来武道宗师原本的高手。 看来跟他是对的。两人虽然看起来打得有来有回，但林大师其实落在下风了。什么？该死！ 不愧是有主角光环，陈天秀，进来，快跑！你以为你逃得久？把他放开我行！进来！他比我想的更强，不能再硬刚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身手，保住夫人。 林霄老弟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以后咱们兄弟相称，咱们秦家资源都给你用，我跟我真没什么关系。秦家那点资源还不够我呲牙缝的。你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你很想活，想让我不杀你也不是不可以的。 你现在就跪下，给我磕10个响。别人磕头便是，爷爷虽然知错，或许我可以饶你。行，小子，这份记录老子记下，之后定会10倍100倍奉还。 大哥，小弟知错了。行哥，继续。大哥，小弟知错了。行哥，好了好了，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不可以，强奸了我老婆，还想活命？好色术！哼。 我说的只是不杀你，又没说放过你。现在我要让你自杀谢罪。你，他怎么比上一世更疯了？行霄，我对不住你。行哥，反正咱们横竖都是死，大不了我们跟他拼了。如果我说不，那我不介意削去你的四肢，放在花坛里。 供你的心神，我弄死你！系统，如果死能回原世界吗？魂飞魄散，该怎么办？够了，林秀，你仗着你有几分武力就能肆意践踏别人吗？我只是惩罚他强奸你而已。谁说他强奸我？我是自愿的。你。
邢天霄，对不起，我本来只是想仗着你的权势摆脱林霄，但是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他伤害你的。还真是个大胆。好啊，你是自愿的。那你放他走啊。你想得美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要替天行道。你当真以为当年我跑了什么都没有做吗？大家看好了，这里面就是他当年肇事逃逸、强奸幼女、拐卖儿童的证据。这些证据够你死了吧？没想到是这样的人。亏我刚才帮你说话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不可能，我没有做过。你冤枉我。证据都在这儿了，还想狡辩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林霄，你真的无耻。犯罪的人都说自己有罪。如果他真的有罪，官府会论罪刑罚，你没有资格动手。谁说你一点都没有资格？江家主，镇龙剑。这个是镇北王府的镇龙剑啊，让这昏君吓得腰疼啊。这剑怎么会在他的手里？到底是谁？他和镇北王什么关系？诸位，现在你们说我有没有资格？有，这刑天秀我斩不斩得？斩得，斩得。行哥，怎么这样？刑天秀，都是我害了你。今天我就奖励你死在这镇龙剑上。不要！检测到宿主屈辱值达到100%，开启新的。天尊发话，山更重千钧。滥用职权，无人轻看。道貌二人，一人无信。闭嘴！孔王自大，目中无人。尊生，这是邢哥。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？说不定是凌霄打通了他体内的潜能。我邢哥原本就是绝世的武道天才。嗯，到底是谁？哼，我是你爹。记得啊，我现在杀了算不算你？这剧情离小说大结局还远着呢，你杀了他就只能判定你没有活到大结局喽。行。镇龙剑是吗？不是，知道我是谁的了？不知道，镇北平嘛，谁不认识你啊？你说我用这把剑杀了你，算不算上斩昏君呢？你敢？剑在我手里，有什么敢不敢的？我瞧这剑挺锋利的，就算杀不死你，让你做个太监也不是不行啊。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你就不怕得罪我们的下场？哎呦，镇北王，我这不是已经得罪你了？我就知道你嘴硬，你不想死是吧？你不想死要跟我说呀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？是不是？来，讲出来。我不想死。对了，既然你不想死，那你对我鞠一个躬，说哥哥不想死，我就放过你。侮辱老夫，找死！哟，怎么突然这么乖了？这不是躺的挺标准着？今天要是活着得罪，要么给我机会解释下清楚，
刚刚加给我的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就被废了这个组织。各位，快集合起来，赶走这厮！这本来年轻的宿长，欺什么大儒？墙头草，星天笑，今天让我受此大辱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彼此彼此吧。狗东西，赶紧给我行哥道歉。大哥，是你知错了。走吧，分头。行哥，太爽了。天晓，你醒了，来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你家，医生说你真气耗尽了。啊，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了你，我身体都被掏空了。你不能假装假装。天笑，你别打趣我了。你害羞啥啊？我都被你掏空了，我就不能补充补充？行哥，你现在还虚着？你呀才虚呢！这位是？哈、啊，行哥，你咋了？少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不记得爷爷了？哎呦我去，怕我恢复反叛？还有家族系统啊？爷爷，我逗你呢。你这小子，这是我给你求的紧急恢复药，孩子，赶快服了吧。这个药听说只有双金是家族才有，想必爷爷为了求这个药吃了不少苦头。嚯、哦，爷爷，你这药真管用啊！有用就好，有用就好。小二，那个凌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就是正统。干嘛？我们现在已经彻底得罪死他了，必须团结更多力量在身边，否则之后根本就斗不过他。南省十大世家，除了杜家，我都能忘了。杜家那边交给我来。木河，你最近要保护好自己，凌霄对你的成灵之体肯定不能轻易放弃的。好。阿姨，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心的。楚上赠穆家夺金金条100根，一次元别墅一套，王之宝石项链一条，迈巴赫奔驰一台，总价值3亿。天哪，你这个小宝儿也太有钱了吧！不要做主啊，我们家穆和啊，非你不嫁，非你不嫁啊！阿姨，这些珠宝呢，可以温养身体，能够让女子早日守孕。我希望穆和能够早日为我传宗接代。阿姨，您无论如何都要让穆和随时贴身携带这个项链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穆和，这上面的毒能让你乖乖献出你的纯灵之体，你和刑天笑侮辱我的罪人，我会让你们百倍偿还。总裁好。哎。总裁好。哎。总裁好。哦。哇，这就是当老板的感觉。哇，这难度是真的太绝了。要是再来个性感女秘书，就更好。陈总，真是要什么来什么。你真是我秘书？是的，我是您贴身秘书，有什么事情尽可以。什么都可以。来，坐我腿上，我有个。嘿嘿嘿，我操！
行总，请喝咖啡。好了，我喜欢，给你涨工资。秦胜，要给谁涨工资？杜迪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给秦胜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啊？你不是林霄的女朋友吗？和我谈什么恋爱？哼，谁是他的女朋友？当初是我遇人不清，上了那个伪君子的当。是吗？我看你当时不挺迷恋的。秦少，咱们就不提那个晦气的人了，做我的男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当你男朋友？那天我发现你明君如身，是个大丈夫，好像有点爱上。你指的是什么明君如身？玄天下，你没个正形。那个凌霄好像和镇北王关系不浅，你得罪了他，难道就不需要我们杜家的帮助？你站我这边，就不怕得罪他？哼，得罪那个小人又如何？我杜家乃南省第一大世家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你要是和我合作，无论是财力还是武力，难道还压不住凌霄他一个？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还是交给我们男人直接解决就好，啊？秦天笑，你不诚实啊！如果你真的斗得过他，姚进来那些天还需要去拉拢那几大世家吗？还是说你在生那天招标会的气呀？哎呦，我有女朋友了啊！怎么那么在乎漠河那个女人？我是怕你知三当三。难不成你非要当情人？哼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。那我就来帮你吧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些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妈，这些都是哪来的？妈，这些都是哪来的？就是你那个小保安，我真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钱，还得是我女儿眼光好啊，妈没白生你啊。女儿啊，跟你说，那个邢少啊，你也吊着点啊，都是有钱人呐。妈，我是人，不是你用来挣钱的商品，这些我一样都不要，赶紧给他退回去。哼，那可不行。这些都送给我了，那就是我的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保安说了，这个宝石项链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他叫我让你天天戴着，来来来来，戴着啊。记忆又改变了。哼，凌霄，你还真是卑鄙，居然在这上面下毒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将计就计。喂，天笑，凌霄给我下毒了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暂时没事，我有办法让凌霄武功学识，但是你要配合我一下。凌霄，既然你喜欢玩这种自导自演、英雄救美的戏，那我就陪你好好演演。嗯。各位，只要能救木河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凌霄，放心，鄙人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就凭这两个庸医，痴心妄想。凌霄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好，待会儿聊到纯灵之体，连你一起收拾。我当然是来救木河的。你怎么传木河视频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
我只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才能救我。哎呀，你们别闹了！像林先生这么有钱的人，怎么会说出这种事情来呢？现在救我们家木盒要紧，你还是别拦难为林先生了，好不好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阿姨，他信不得。哎呀，你别废话了，林先生，还有这两个医生，赶快跟我去看看我们家木盒吧。那我就在这等着，一会儿有人求。我们都不知道穆少爷这次怎么了。穆少爷可以吗？啊！钱货，我还指望着活着能给我挣点钱呢。她是你女儿。那又怎么了？哦，对了，还有林先生。哎，林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女儿吧！我知道你喜欢她，只要你能治好她，马上给你们举办婚礼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来求我。小。到底对穆柯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哎呀，秦天笑，你求求林先生好不好？你口口声声说爱穆柯，难道就不愿意为他拉下这个脸吗？你笑，有我。你不想让穆柯死吧？求你，早这样就好了。走吧。血龙玄天针，竟然是失传已久的血龙玄天针。穆小姐有救了，据说血龙玄天针可治百病、清百毒，甚至可以起死回生。还有不到一分钟，穆盒就会醒过来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林先生啊。阿姨，这是哪里的话？看到穆盒这样，我也很难过。你确定？那我们打入赌注。玄天笑，你输了。我又没和你赌。穆柯，你怎么样？天笑，我好多了。是谁救了我？是我救的你。谢谢你。穆柯，你现在虽然醒过来了，你的病情是纯灵肢体所致，若不能彻底调和体质，依然会命不久矣。啊，那该怎么办啊？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但你要自愿配合。妈的，要不是纯灵之体，只有女方自愿才能剥夺，我他妈才懒得跟你绕这么多弯子。好，我愿意。天笑，就现在！他把你卷进冤魂！我现在已经完全了吸收了纯灵之气，你觉得你还是我的对手吗？是吗？你这整个目的是为了打散还没有吸收的灵力？妈的，竟然被你打散了一大半！就算是这些，你依然会打死，是吗？你不妨再运运功试试。哼。我的真气呢？你竟然废了我的功力！林秀，你知道什么叫破灵骨吗？破灵骨，只有纯灵之体种下的骨，被纯灵之体就会功力全废。你竟然为了陷害我设了这个局！没错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曾经我也问过一个人为什么，可回答我的却是一把刀子。我救了你。救我？笑话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这种毒叫七魂诀，能让人在七日之内昏睡，七日之后气绝而亡，是一种查不出任何病因和中毒的阴险之毒。林萧，我比你想的更了解你。好啊，不过你马上就要变身一个全身溃烂的丑八怪了。什么意思啊？
木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林夏对你做什么？变成赤木牙鬼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只要能杀了你，变成丑八怪又如何？天晓，快杀了他！该死，他不见了。只要说他的确不容易。天晓，把镜子给我打开。要看，要看木河。完了，毁容了，没人要了。天晓。 我们分手吧，木河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的脸是破灵骨的作用，破灵骨一旦离开宿主，宿主就会慢慢全身溃烂，变成一个不人不鬼的东西。天晓，我接近你只是利用你的权势，想要对付凌霄，但是我没想到一次次把你置于危险当中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配不上你。有我在，我会让你出事的。 你下发驻颜术，这很厉害。木河，你脸好了，你脸好了，现在可以照镜子了。木河，你是为了对付凌霄？凌霄，凌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恐怖些。这次虽然中了我的圈套。 但必不能伤他其根本，我们与他已是生死仇敌，必须时刻做好准备。你和我想的一贯是，他现在失去了功力，必然会想办法找回自己的阵，而现在C国最小阵营就在南神的姚家姚青灵师傅卓一林。对，我们现在必须阻止他，并且要把这大事拉到不成。哟，系统，你怎么来了？ 更新你活过很多新增剧情，我是来给你奖励的。好，两个技能。系统，我突然有个疑问，现在已经发生了袁小舟这么多没有的剧情，这个剧情系统还没有崩，差不多要崩了，你见不了我几次了，所以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。 喂，进来。什么？他这么快？好了，只需再吃三针，您就痊愈了。好多亏有林神医啊，我现在是感觉一天比一天精神，相信明日过后我就能下地走路了。林神医，您请茶。 这卓大师的弟子，果然是英姿飒爽。我这弟子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啊，有些害羞啊。那卓大师，您先好生歇着，我明日再来。好，您神医慢走吧。姐。 我看他干什么？他又不是什么好人。人家怎么不是好人了？我看你是先揍了吧。姐，他真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看他刚刚看你的那个眼神，我告诉你，男人都懂的。而且你知道他是件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？没错，小姐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强哥，放、啊、开远一点。一个纨绔流氓强奸犯，别污了你的名声。秦家少爷，卓大师，请坐。 秦少近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当然是来救卓大师的命。哦，我身体无恙，性命无虞。秦少这句话从何说起啊？据我所知，卓大师受伤多年，身体逐渐孱弱，甚至到了无法起身的地步。不劳秦少操心了，我已经找到神医医治了。林霄是吧？但你以为他真的是来救你的命？什么意思？秦少有话不妨直说。 再被林霄这样治下去，你将会变成一具只听他话的行尸走肉。
他看似是在医治你，但是他在一步一步的蚕食你的神识，以便控制你。邢少如何这般揣测林神医？他算什么狗屁神医？他不过就是一个江湖术士。哼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林神医？你这个纨绔，放开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我卓依林纵横江湖几十年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手段我没有见过。如果林神医真的想要控制于我，我能发现不了吗？我看邢少，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罢了。那个凌霄，我看他就是个伪君子，还是个登徒子。小孩子滚一边去，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？姐，我都25了。周大师，君子之心日月昭昭，他凌霄可曾告知你他从何处来，师从何门，救你于何处啊？哼，姓邢的，我看你就是嫉妒吧。人家年纪轻轻一身高超的医术，知书达理，身形朗朗，而你呢，毫无建树，不过就是仗我家里的势力，一天到晚对我的闺蜜木盒死缠烂打。我就告诉你吧，你这种人一辈子都不可能配上木盒的。姐啊，我说呢，你就是在这个卓大师这里待得太久了了，木盒已经从了我邢哥了。什么？邢天笑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是不是你该不会是？我没有做你那些想的低俗事。林神医确实没有提及这些，但他给我治病的时候，我确实感觉到身体在快速的康复，这个效果是做不了假的。那敢问卓大师是否在被凌霄医治后，头部总是隐隐作痛，时常梦见对他俯首称臣，有一瞬间的目眩神离吗？真是好笑，小姐，姓邢的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看一眼我师父就知道症状了。他说的没错。什么？师傅，你真的会有这个症状？你这女子，我又不是发烧。邢少，若如你所说，凌霄对我施加了控制术，这该如何去除呢？幸好我来得早，我要是再晚来一天，卓大师您这病就没得救。我恰巧学过医者无上神术，可以帮你医治。医者无上神术，这不是传说中的医者天书吗？你居然学过。秦天笑，你该不会是想害我师父吧？秦宁，不得无礼。我要是想害你师父，你大可可以去我家把我杀了报仇呗。姐，我相信我哥们。那拜托了。头疼的效果果真消失了。每日子时分子浆，三日后便可完全解除控制。多谢邢少，刚才言语之间多有得罪，还望多多包涵。没事。那我师父的伤怎么办？按此药方研制，每日早上9点和下午1点喝药，便可完全康复。此药虽然见效慢，但毫无副作用，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卓大师的实力。谢谢你。真没想到啊，邢少爷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、啊！卓大师妙赞啊！龙哥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？你哥我一直都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只是我没展现而已。我才不信呢！来，把你泡妞的那个技巧教教我呗。这老头碰瓷儿啊，敢在这个小区门口碰瓷儿了，不简单。邢哥走。哎，他是真晕倒了。情况不妙，进来，我要搭把手。这什么玩意儿，伸腿瞪眼玩。没错，不是你认真的？这是我炼制的回天丸，救命用，本来是给卓依林用的，结果没用上。醒了醒了，你是谁啊？我就是在哪里。老人家，你记得你家在哪吗？丫鬟在哪？我是谁？这老头
失忆症，既然遇见的就是缘分，一定给他治了吧。这老头不傻了，老人家，你的失忆症我帮你治好了，你现在能想起来你家在哪？真的很感谢你，你们一起上我家坐坐吧，我请你们吃饭。大少爷。 老爷，快吃饭，命快不行了，你快回来。什么？爷爷，你这怎么了？天笑，爷爷老爷这是孤独。爸，您看天笑都回来了，您赶紧把家产分一下，以免您先去了造成子孙不和。爷爷还在呢，爷爷，你怎么病得这么突然啊？ 孙儿，还没能在你面前好好尽孝呢，爷爷。爷爷病得这么重，恐怕下辈子就是我。今天是谁发现爷爷生病了？沈兄弟，你说你一个做大孙子，花天天往外跑，明知道老爷子生病了，身体不好，就不能在家静静孝吗？爷爷老爷子，爷爷是什么出身？你平日里从来不能给难听，怎么今天突然来？怎么了？我来看看爷爷不行吗？怎么就这么巧？你来了。 爷爷就病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是我害的爷爷吗？爷爷，你干什么？你没看见爷爷不舒服吗？你还折腾他？这是要叫怎么过多？ 你这是好歹毒的手段！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对爷爷下毒了？你胡说！举国子民，子母骨，下蛊人会和爷爷有身上一样的骨头，一样的瘢痕，是不是？你看便知。不，爸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。姓秦的，你就相信一个外人？你不相信你亲生的儿子？我想的，你这个混账的罪孽！他可是你亲爷爷呀！啊，为什么下这么狠的手？ 我们家有人都是自私、自私、自私、混蛋的！我要是谢谢你呢，就要说他们的摆布，凭什么？臭小子，你！哈哈哈！这我身边的猛虎不死，这个老不死的，就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念子，哦，起来！对了。 对不起，走吧，走吧。儿子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哥，谢谢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一个叫镇北王的男人控制了我。 你是谁？把我绑来这做什么？我可警告，是邢家的二少爷。我可是你得罪不起的。正因为你是邢家二爷，所以我才保护你。为什么？这样得有意思。这就是你请人帮忙的态度。左儿，把东西给他。主人，小奴愿意用性命侍奉主人。 好吧，很好。用了这个药，我还怕谁不臣服我们？如果是精神力强大的高手，会控制不住。余力不够，武力呢？那会死人的。在叫我做事。镇北王，你想控制 C 国，为什么不直接用镇北神殿的力量呢？而要采取这种神的？有人盯着镇北神殿呢，我得悄咪咪的蚕食它，这样才够有意思。好了，你们出去吧。 宿主统一世界不是小说的主线，你确定吗？统一世界得有意思，追个女人有个屁用！放心，那些个主线女人我都会搞定，不过他们我会搞定。到时候，全天下的女人都会是我的。爷爷，臣妾跟他。明霄，算入可数。是的。系统即将关闭。宿主。
系统已经将关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剧情崩了，系统已经将关闭。补偿宿主技能灵魂修复大法，永久。还有呢？没有啊。系统都要崩了，我他妈死哪都不知道，你就给我个这个？不行，不够。我会预存一次奖励给予，奖励下次你可以自己提要求。哎，这些脏，话都没，这人心梗出去，赶紧崩吧！ 老子受够了！系统还能预存一次奖励，宿主下次可自行选择奖励。行，另外还有提醒宿主一件事：剧情崩坏原点是女主角木盒。难怪后来得杀掉她才行。警告：男主角杀死女主角将视为宿主任务失败。知道了，关机。谁？ 你们在找一套熊猫血器官什么？没有化缘，木盒。血清检测结果出来了，老大，确认了是熊猫血。行，那就开始吧，玩起来。大哥，不如这女人给我们玩玩，我们都在这里大半年都没见过女人了，就10分钟。 来，谢谢老大。过哥，你干什么？该死，这恐怕是黑市作坊。你别过来！否则，我让你们断子绝孙。这娘们儿还挺凶。兄弟，时间不多了，抓紧他！别过来！我这手里的刀可不是人。拿了刀的娘们儿，也是娘们儿！夫人，小姐的车被人砸了，小姐人也不见了，我怀疑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我才你还没拿到手呢！快快快去找小姐！你想跑？别过来！告诉我怎么离开，否则我砸破你的眼睛，砸死你！ 木盒被绑架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刚刚，他车被砸了，人也不见了。肯定是林夏。穆阿姨，我马上去找他。喂，进来，你帮我查查全城的监控。木盒被绑架了。掉头。哎，让你，老大，现在可没时间了，动手。 谁？死！上！对不起，木盒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有在？再也见不到你。我一直在。记忆没有碎吧？等一下，楚大师。 好像出事了，师傅，可能要死。走，让我扶着师姐。我们只是来查看一下掌门的伤势。滚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目的？你们要的是我师傅的传家秘籍和掌门印。<笑>既然师姐知道我们想要什么，就不要不反抗，给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还能饶你？<笑>想要。 想要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还真是不识好歹。哼，大笔大车，我以为掌门的得意弟子能有多厉害，也不过如此罢了。师傅，你为什么要替杜儿挡？师傅，你不能死。你们，快挡！快！ 师傅，原来是回光返照，吓了我一跳。这下子上了，掌门和秘书就是我们的。住手！哪里来的？这里不是你家的，赶紧滚！进啊！过来，你们又是哪里来的小杂种？做这种事主之事，多管闲事！小女。
上，拿把子。不可，他们害死了我师父。天晓，快去救周大师。周大师已经先去了。秦天晓，我求你了，为我师父报仇，杀了林霄。我用我师父的这本传家秘籍作为报酬。青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林霄，上次秦天晓揭穿林霄的报警之后，我师父就和他发生了冲突。当天没有发生什么，结果第二天早上。你又来做什么？我这里不欢迎。我本来想的是治好你的病，收你为手下，但你却不知好歹，跟邢天笑那个废物混在一起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硬闯啊！你这等伪君子，竟想用那种卑劣的手段控制我多么，临死也不会屈服。临死也不屈服啊！哼，周大师果然高风亮节，不过我做事只讲究结果，更讲究手段。待我康复，我必将替蓝婶除去你这个祸害。那我倒要看看大师是怎么个临死的屈服。你问我吃了什么？厉害啊！一颗居然往下。到底我吃了什么？我们都叫他入口即化，奴隶酿造。现在你就把他吃了，马上就要变成我的奴隶，受我的控制。卑鄙小人！是卓大师自己说的，冥死不屈啊！两颗，加这两颗，你不是自坑？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冥死不屈。先开始你宁死不屈的表演吧，卓大师。主人，我倒要看看女孩的出国情况。师父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上的美人，果然是绝色。你把我师父怎么了？废物！我命令你，现在就杀了你！师父，真他妈没意思！害我又损失了一笔大钱，那这笔账就算在你齐天笑的头上。站住！你爹哪也别想走！师父，你别说话了。就这样，明霄害死了我师父，然后那群叛徒又来了，封锁了武馆，还要求我拿出传家秘籍和掌门印。这本秘籍你跟着，成，我会记住。谢谢你，秦天笑，你们要小心。我刚查到凌霄有一种可以控制人的奴隶药，一旦服下这种药，就会受他控制。看来卓大师和我弟弟都是被这种毒害。那他们也吃了这个药吗？以前他们很忠心的。能打败我又如何？我们老大是镇北王，早晚要灭了。你看没错。这该怎么办？不知道灵魂修复大法有没有用？管他的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说这吧。看来没错了。这该怎么办？不知道灵魂修复大法有没有用？管他的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试试吧。看来有用啊。师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师姐，这不是我做的，师父他。秦少，麻烦你帮他们也医治一下吧。你们要记住，我们的仇人是凌霄。我等与凌霄不共戴天，不死不休。青灵，你先跟他们一起去埋葬卓大师吧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。青灵，我没事。走。我们也走吧，待在这里也不合适。你穿成这样来干嘛？本案是来勾引秦少的呢。哎，你这是在挑战人性的底线啊。那秦少的底线是在哪里？
既然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先天笑，这不像你的作风呀。喂，我听你打探了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就这样对我的呀？那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既然要谢，那岂不得拿出点诚意？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。哎，你说不喝的，不能笑，不能笑。我记得。哎，不是，杜丽，你干嘛呢？吓你啊！这么明显的事情还看不出来？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？人家可没有跟着你，人家只是跟你朋友嘛。哎，你们干啥？我靠，还有一个人，咋办？什么鬼？怎么还有一个？哎呀，不管他了，咱们先把这个女的带回去，老大肯定会奖励我们的。哎，你们把门绑了没？凭什么？我邢家邢天笑很有钱的。邢家好像是有公子哥，贼有钱。哦，那我们把他绑了，是不是可以拿到更多的钱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嗯，来，好，好。事儿办得不错，绑回来两个，买一送一，老板肯定会夸我们的。梅老板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老板放心，已经决定办了，妥妥帖帖了，绝对让您100%的满意。好好给我一份，最好折磨折磨他。没问题。我就是拿下几个女人嘛，小意思。没有系统的束缚，我只会干得更好。杜灵玉，你先好好的享受一会儿，老子一会儿再去救。进来吧，左儿。给我管理。哥哥，这。你叫我什么？圣女王。喂，我家左儿这么漂亮，怎么让给别的男人？嗯，电话给我，老子要找你的家里人要赎金。不要激动，大哥，我很配合的。来，159。这是哪里？我这是被绑架了。你家崽子在我手上，赶紧准备50万，不然脑子要撕票。不是，我就值50万，我他妈还没杜家这破烂尾又值钱。邢天笑，你怎么也被绑架了？你们俩给我闭嘴！行，赶紧准备100万，不然这小子就有苦头吃了啊！100万是吧？我这就准备，别伤害我孙子。杜家的烂尾楼。金港烂尾的烂尾楼，但属于杜家的只有一个地方。来人！不错，还知道自抬身价呢。你小子我喜欢。陈明，穿那么性感是来勾引我的吧？啊，小妞，你最近识趣点，你现在在我手上。妈，我恨他俩，给我按住。放开我！这下动不了了吧？啊？这么漂亮的腿，怎么能用来踢人呢？滚开！你这个丑八怪，猥琐男！冷静，冷静吧，小妞，识趣点，别老子好好玩玩，不然的话，有你好受的。大哥，你也不要冲动，她可是杜家大小姐啊！哦。原来是杜家的千金大小姐，难怪长得这么漂亮。我呸！哎，他要是出了事，杜家可不会放过你的。老子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儿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让我好好的折磨一下你。靠！什么老板这么简单？那是凌霄吧？给他松绑！放开我！
哎，什么事怎么这么急？需要帮忙吗？当然需要了。